红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林长。今天我们要来拍的是0.13.0脱落的面包吧。呜呼！那这个呢？我们都等了很久很久，红石终于出了啦！呜呼 ！OK， 我们赶快来试玩。噔噔了噔噔，嗯哼，我们出生在白桦木森林的边边。OK 呢？现在我们来砍树。呜呼！等一下，我先开个东西，它也动不动就好了。嗯哼，呜呼，耶！我有没有看错？红石需要证明呢，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看到了没有？木质压力板写得很清楚。看到了没有？按钮写得很清楚。呜呼，呜呼，耶！我也是个红石迷。今天终于可以玩到了。呜呼！我们赶快来砍树。砍树。OK， 砍树就来说，我的订阅回馈是50 4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，不是啊，50 100 150 200 350 350 400 450 500，就是50一直持续下去。那订阅回馈呢？就大家想要我干什么吧？呜呼！我走了，拜拜。我这超平的。可以用来盖房子。这个一定要小心掉下去，如果是这里直接掉下去，下面就有岩浆，然后就买就一大堆血池。然后现在说一下，马来西亚的网友们要多多喝水哟，因为在网上看到你们被印尼污染，印尼这个要修那哦。老哥，我的虎头换掉了，骨头，斧头还不是骨头，骨头个屁呀！
然后就往下挖，看看有没有煤炭什么的，我要来挖下。OK， 你也嘛，终于有一点点石头。你不要跟我说，真的是一点点而已哦。哦，还有有有有，吓死我！多挖一点，石头也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我的拍片速度也会慢慢的拍片，那个速度也会慢慢的下降。再说，现在也是到了上课时期，寒假我就会多拍很多啦，还有暑假，这样最爽。OK， 我做了那么多次这个，我还以为太阳跑去哪里嘞。OK， 趁现在赶快来盖家吧。嗯哼。呜呼！哦，对了，我们先来做一点那个工具，剪。然后这个我们需要做，有的这个神器呢，我们就不用怕，我们那只鸟不见了，呼呼。我的小牛排不见了！拍片，那个不是拍片，是那个盖房子很无聊，不对吧？那我再剪接后再说吧。然后。OK。
这个放上去。扇，然后门，这样很奇怪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样才对吗？呜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只要你从外面开门，有了这个神器你就不怕。嗯哼，嗯哼 ，OK， 晚上了，那今天的实况先到这里，因为晚上了。对了，就十分钟啦，先到这边就好，好，拜拜喽。